给拿，我给你志高，我和冷气，好，皇上进水，皇上没有跑，我们卡拉斯卡，我们皇上伯伯一定要跑，这叫伯伯，他进水看吗？我哥哥杀掉，但他根本不会，恐怕是不会走，有个名义还不知道，我不要依赖信哥哥，看吗？这种皮革靠过严重，哦，你看他口令会有肮脏吗？不可能靠机器，哦，前脚后的人要注意哦，专业人士也好，不能靠机器。靠机器，你杀个是骗自己的爹娘哦！用几十年的方法，冷气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年，我们进行这个一定要新鲜味，可能会肮脏吗？啊，他严重很过滤。哦，现在他忘了那个伯伯严重红山，他现在和伯伯不会跑，孔北社不会跑。哦，有个名义还不知道哦，车主的不要依赖性，我全部隔整个 Facebook 政府部门什么，我们可以来诉他，诉个劲的是你们不会诉了。哦，这样七月八月经济风暴没有办法哦，有些部长都死了。哦，这种病你们要照顾好，这叫灰尘的细菌。哦，全部进水，这个Campbeller，看嘛，老板你可以靠机器洗吗？专业人士做冷气的人，每个说骗话，骗你个爹娘，几专业都没有用哦。这种机器可以拿去新加坡，新加坡就不可以。哦，他是新加坡进口车，什么叫进口车？冷气有时冷，有时不冷，你们不知道不了解哦。全部给我正气，全部到这边。就谢谢大家的配合。现在 Jack 和花押令啊，我俩皇上也没有用，他孔北社没有走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理由哦。昆凌会肯定是漏的啦，肮脏，一百八千，每个用够本，用够龙掉哦。谢谢大家了。